都不错。我的一票要投给。小燕姐，好像已经比数拉开了，因为等于说第四棒注定就是红队要获胜。但是我们还是想看看观众的民意啊，贴纸的总和是不是跟三位老师一样的结果呢？白队的票数69票，红队的票数81票。在这个阶段，四票全数通过，大获全胜，也就是累计积分再加10分，现在比数是25比15分。好，没有关系，最后一棒全体出动，将有40分可以争取，请大家加油，马上进行最后的对决。我无语，无语，我无语，没话说，也没唱得很好，那我们就继续加油，五人的表演，希望可以扳回一城。其实佳慧真的唱得很好，我觉得在这种有点可惜唱这首歌。其实佳慧跟妍霉实力是相当，实力是相当的。有的时候，这就是排，当然他们表演，你说另外如果只把佳慧跟少杰那样的表演是好看的，可是跟刀割一比就，对对对，就给割掉了。对，真的，那刀很厉害。那刀很厉害，这四票得得很。对。理所当然，理所当然，理所当然，真的。这次是第8次团体合唱赛，所有招数都已使尽，台上的细节与和谐度将是制胜关键。两队队长面临接近崩溃的压力，一段一段把歌唱完以后，然后最后大家把这首歌变成同一个。这边我要分和声，男生帮我唱。红白两队不约而同要展现自己的音乐性，一度想再尝试阿卡佩拉的白队，练习过程状况百出，你又决定连夜改歌。我们已经有上次的机会，我要告诉大家，我们可以唱半白。我忘记了。想要用歌曲诉说情感的文音，先让大家分享15岁时的心情，再进入歌词。内容看似单纯，和音却让队友们吃尽苦头。男生想拍绿天。连续2天的练习状况不断，这战比的是两队的抗压和耐力，谁能不出错，谁能带动现场气氛，就能获得胜利。加油！现在就一起跟着红队回到15岁那年的青春吧。5组也就是全员出动啊，连衣服都换了啊！来，请队长介绍一下你们这一身制服是什么状况呢？队长，对，我是队长，我觉得埋没在他们里面。对呀、啊，梁同学，哇，真实的身高就暴露出来了。对，而且我觉得我的裙子怎么？你这个同学太老实，你看佩杰还是有跟的。其实我跟他不合理，佩杰作弊啊！没有鞋子的，作弊，小太妹。对呀、啊，小太妹就上学穿这种高跟鞋。对，这种就是专门被那个校长揪出来。哎，文英最乖了，穿平底的。那、为什么要穿上这么可爱的复古的制服？因为今天带大家回到单纯快乐的学生时期，就是在座的每一位同学的阶段，其实是最快乐的。对呀、啊，你看大家都穿着制服。好，那到底是要唱什么歌？是不是那些年吗？不是，我们要那个唱《野百合也有春天》。哦，对，我们希望。给今天让大家听好的音乐，太棒！回到民歌的岁月，好，马上欢迎红队全体总动员，《野百合也有春天》。就是你我。
往日的笑容，记忆中那样熟悉的笑容。你可知道我爱你想你愿你念你深情永不变，难道你不曾回头想想昨日的誓言？就算你留恋开放的水中娇艳的水仙，别忘了山谷里紧握的角落里连百合也有春天。天空会不会放晴，会不会雨停，会不会幸福在终点等着我和你，会不会是我忘记还能勇敢的去淋雨。我们继续走下去，继续往前进，继续走向期待中的未知旅行。当你累了的时候抱着我们的真心，人生的全部都有着意义，请不要认输，请不要放弃，勇敢地追求你的梦想吧。心中有个天上游戏，我们要去的那里一定有最美丽的风景。哦，都不要放弃，都别说灰心，不要过破心中那个伤心的自己。痛到想哭的时候就让泪水洗掉委屈，我们要相信自己，永远都相信这段时间不是没有意义，我们做过的事情都会留在人心里。红队，大家好，我是蔡敏佑，我是出生于嘉义，是台湾籍。这位是，我来自屏东，雾台山沙包。这位是，我是台湾跟巴拉圭的混血，然后巴拉圭我是出生于阿森秀 ，Hola。下一位，我来自桃园龙潭石门水库，最缺水的地方。对，来自台东马兰的阿美族，来吼。今天呢，我带了不同的民族的人来到这边。那我们等一下要上到同一辆列车上面，那由我来开这辆火车，所以希望大家等一下好好表现，好不好？好 ，OK 啊，我们一起继续航向下一个旅途的美好的未来。排队登场，我们在台上又看到队长呢啊，再度拿出他的拿手绝活了。没错，我要弹钢琴。是啊，舅们好，啊，你地界不花几杯冲上。哦，我这个帽子是非常有来历的。哎，它是真的台铁的列车长的帽子，然后它是一个古董。我要担任一个列车长，然后要带领我们不同族群的队友们一起搭同一班列车，一起旅行。哦哇，太棒！这一定是杨凡的歌曲《爱情列车长》，对不对？这个我总猜对了吧？对不对？我们今天是跟民族有关，跟族群有关。那是什么歌？我听听看哪一个？我们今天要唱《夜来香》，不适合，不适合，还是《爱情列车长》好了。你戴这个帽子唱《夜来香》有什么道理可循？没有，因为我今天这辆列车是《夜来香》特快车。哦，我们是有主题的。哎，歪理。好，那。
好了，我们尊重队长，加油哦！我们来看全队的表现，如何来诠释经典老歌《夜来香》，加油！排队，请抢，请抢！排队，请抢，请抢！排队，排队，排队！哦哦！各位旅客您好，欢迎搭乘夜来香特快车，我是您的车长蔡敏佑，希望大家今天有一个美好的旅程，准备好了吗？我们要出发咯。夜来香，我为你歌唱，感谢您的搭乘，我们已抵达终点站，祝各位旅途愉快 ，Bon voyage！ 给两队拍拍手吧，哇，好像是用音乐在旅行啊、哦！刚刚这个野百合也有春天，再加上继续给十五岁的自己，对，这个两首歌就带进青春的岁月啊、哦，小安姐，其实很不容易，对，嗯，第一做节目的时候，观众除了一直看唱歌，虽然有点变化。但更重要一点的，我们要找到好的队长。对，这个队长除了要会以外，更重要他要有热心。对，他要有热情。对，真的不容易。我们再给队长。真的，我们重新也认识了蔡明佑跟梁文音两个人的实力跟努力。你看刚刚这个白队像不像是一个金曲奖级的表演？对，我觉得这个表演是根本可以拿到金曲奖的舞台上。谢谢啊、哦！没有，他们都是要到红白的哈。哦，你说。
太好，明年的这个除夕夜的时候的红白啊，好，那我们也来看看啊，现场观众呢在第一时间有没有什么心得或是意见？请问您喜欢红队还是白队？我喜欢白队。好，刚刚这一段从夜来香出发的旅程，为什么？你说说看。因为蔡明佑自弹自唱还蛮帅的。刚刚有一首雅尼你在唱的那个 W 是拉呀拉呀，那个是很好听，其实那首墨西哥的儿歌，儿歌，然后是在讲蟑螂的，在讲蟑螂，就是搭一搭火车不小心会有蟑螂跑出来。Oh, okay. 有用点给他带一眼，有原住民的 style， 有墨西哥的 style， 谢谢你哦。好，来，我们来看看旁边这位男同学啊，在旁边的这位女生啊。哎呀，你已经准备好了。哎呀，那不好意思，不叫你都不行了。怎么那么自动啊？奇怪了，我又没有 cue 你，他自己就站起来了。这，来，你喜欢谁？松山加上的同学，红队还是白队？红队。漂亮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他们就是把回忆都唱出来了。哎，然后很感动。回忆都唱出来，其实你也蛮年轻的，你有多少回忆？你养不起空的老片阿姨，你的回忆也不过十五六年而已呗。啊，对不对？好，谢谢你的贡献。但是我们三位老师会有什么不同的看法？哇哦，哇哦！我真的觉得看这个红队，我觉得他们的属性很强烈，从头到尾都是一个非常团结跟协调性，讲究整齐。其实你们刚刚在唱歌的时候，我整个就被你们那种正面的能量给触动。我觉得白队是属于非常讲创造力的。而你们刚刚这整个的串联，我觉得非常的好看，尤其我觉得就是这个队长的这个钢琴。好，我的这一票呢，我要投给红队。红队再加十分，现在领先了20分。没关系，待会儿还有30分要来分配。平冠老师，您的十分给谁？如果论花招，论策略，其实敏佑真的是略胜一筹，因为他老是会有很多很特别的想法。但是呢，我每次我都很希望说文英这队，如果他们花招很多，你不要跟他硬碰硬，你要走诚恳，你要用你的歌声，用你的音乐来打动大家。所以今天你做到了。然后当然敏佑还是一如既往的表演很完整，所以我要把我的票投给